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你吃饭了吗？我不吃饭。这时候说还没我吃还饭。没，我对对还对。没吃饭。还没吃饭。好，那你问我。你吃你吃饭饭了了吗？吗？对对对，我吃饭了。我工作啊，我在工作呢。没吃饭，没吃饭。好，那你问我，你吃什么了？你吃什么了？OK，我吃米饭了。米饭，米饭啊，什么？rice 啊，米饭。对，我吃米饭了。那你吃什么？你打算吃什么？打算。你打我打算。算，我不记得，我不知我道。不知道。还可以说啊，我看到你刚才，我还没我还决定。决没定完没有？听到没？决定，没？决定。So，还没拿到你背诵的东西。我还没决定。我还没决定。我还没想好，好吧，那就开始吧。我还没想，好吧，我开始吧。我还没想好，我还没想好。对对对，好，再问一下，你打算吃什么？你打算吃什么？我还没决定。想好。好，那比如说这个周末啊，你打算做什么？Wait a second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对，下，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你在？等一下，好，重来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好，你在哪？哪个？你在哪个？我在北京大学学习。我在北京大大学学习。好，那我们练习一下，比如说东京大学。东京大学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大学。学习啦。对对对，不去大学。好，那么问我啊，你问我，你问我，你啊问我啊问的，你问我，ask me，对对对对，you ask me，你问我，你问我啊，你在哪个？你在哪个？哪个って何？哪个はどれ？どの？which ってこと？で、哪个の後に名詞が来ると、どんなとかどれ？どのとかそういう意味ですね。なので、哪个の後に大学が来るとどの大学？你在哪个？大学学习。我在北京大学学习。好的，那我们再看啊，如果你问在中文，去小学一二三四六。对对，年级，对，六年，就六年级。对对，在中国，在中国，六年。在日本，小学。日本去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对六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中文老师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英文老师。
哦，老师，我们就是老师，就是老师，很好。啊，我是英文老师，我还是老板。对，很好，我明天，30分，每天30分钟，学习中文。啊，そしたらね、別の聞き方なんですね。この場合は、ルが、動詞の後にルがついているので、中国語を勉強してどのくらい経っていますか？あー、じゃあ、我学習、先に、時間だっけ？我学習の後にまず了。一个月。一个月。我学习了一个月。对。中文。OK。中文。で、最後の了が、あると今もやってるっていう意味ですね。了がないと過去に1ヶ月ならば今はやってないっていう意味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。らのらね。そう。このラが、文末のラがあるのとないのと意味が変わるんです。はい。そう、こういうところね。学習は、いいがゆえ、中文は。对、很好。さっきのね、毎日30分習ってます。毎日のことなので、明天、ルいらない。そう。我每天学习30分钟。中文，30分钟中文。对，好的，再说一遍啊。好，你每天学习多长时间中文？哎，我带点小，再说。没改，王默。你每天学习多长时间中文？你学习。每天学习多长时间我每天学习40分中文每天学习40分钟很努力很好好的你啊汉啊中文难不难？难不难？对，难。对难。是難しいね。啊，难难。哦，很难。也中文发音难。发音很难是吧？好的，那中文好的，那中文发音很难。对，あなたが自分の意見を考えを述べるときは、觉得我对，我觉得中文，我觉得中文发音很难，发音很难，那你觉得中文的文法呢？文法呢？文法很多，文法is okay。好的，こういうときは不太难かな、あんまり難しくない。難しくない。不太難。そう、難の前にいろんな形容詞、副詞を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ね。好、还有、我想问问、你觉得小笼包好吃吗？You make me hungry. 我饿了。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是的，小笼包，对，非常好吃。还可以说太好吃了。没有问题吗？什么ありますか？没有。有问题。好，那谢谢你。谢谢你。再见。再见。And 晚安。晚安，好，那快吃。